我们新生三位同志，怎么派你一个女同志来？担心目标太大，其余同志在虎头岭经营我们。我也走。对，已经被暴露了，必须马上离开。路上再说吧。老秦，老秦，快带孩子走。你先走，路你最熟悉，一定要把密码本带回苏区。老秦。 快走啊，老秦！快走啊！老秦，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！我要去找老爹，我要去找老爹。 再不出来，开枪了！在那儿呢，抓活的，别动，我将放下，饶你们不死。 伤着骨头，老秦呢？德孝，我受伤了。 情况怎么样，队长？刚刚有队白军过去了。雨晴姐，你受伤了？没事。队长，情况已经查清楚了。关头和惠冲那边有大量的白军，查得很严。惠旺呢？惠旺那边也有一个团，村子也多，人也杂，有一个大屋子。是不是叫鲁家大屋？队长怎么知道？ 雨晴同志，雨晴同志，雨晴，失血太多了，走，去鲁家大屋。队长，这是密码本，还有十月，都交给你们了。你少说话。你带大家回苏区吧。 别管我了，万一被包围了出不来怎么办？这个你放心，进得去就出得来。
小满护着月静和诗人。 必须得清理伤口，服上麻醉药。嗯，去吧。你们原地休息，我出去一下。 怪了，小满，这队长怎么对这大屋这么熟啊？连暗门都一清二楚的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你没看队长跟平时不一样啊？是不一样。你怎么还没睡？ 伤势怎么样？好过尽管，如果明天一早烧开了就没事了。嗯，你们都睡吧。月清，还好吗？队长。 这就是你长大的地方吗？我16岁的时候离开这儿，不，应该说是被赶出去了。有几个赤匪带着重要的情报，要通过这一带进入苏区，在前面虎头岭失去他们的踪迹，死了4个弟兄。 很有可能啊，他们已经进入咱们团的控制范围，上峰要求我们必须严密搜查，绝不放过。他们来了多少人？也就3-4个人吧。3-4个人，命令兄弟们在方圆势力之内加强封锁，任何可疑之人都不会放过。是。三座，太快生了吧？是啊，但是个小子。嘿，你这么有福气啊，那生小子是一定一定。 这就是整个大屋子的基本结构，你们看清楚了。这个地方是大门，大门是整个大屋子的安危所在。不过你们可以放心，门是用整块石头做成的，就是连门框都是用巨石做的，可以说是万无一失。真是太坚固了。大家都听清楚了。月清，放心吧，我好多了。嗯。 小满，你守夹道，防止敌人从侧门夹道进入。是。三顾，你赶紧去大门，我估计这大门该开了。你赶紧去把大门合上。德孝，你上房，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，开始行动。是。鲁组长。 雷牙子，您老记性不错。你不是上山了吗？没错，我是上山当了土匪。不过，现在我是红军了。红军，你娘不是我害死的，不是。
不是你害死的那是谁？15年了，15年过去了，你心里难道一丝一毫的不安都没有吗？ 夏哥，真的是你！鲁组长，召集族人，我有话说。你们俩去通知卢老爷子，就说团座马上就到。是。关门！长官，赶紧扶他回去。爹，你呢？不用管我，回去回去。外面打起来了，你赶紧想办法出去。见到大员上前了，该怎么办？是。会不会是土匪进了大屋啊？哼，土匪，谅他们没这么大胆子，敢进鲁家大屋的，一定是共产党。马上通知鲁雷部，再调一班兄弟，立即把大屋给我包围。是，你快去。是。我们是红军，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，是要让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。我们红军绝对不会与乡亲们为难，这点请乡亲们相信我们。我们这次来大屋子，是暂时借住避难，少则3-5天，多则10天半个月。如有惊扰的地方，请多多包涵。卢组长。你说说吧。该说的雷牙都说了，既然暂住几日，那就是我们的客人。是客人嘛，就要有客人的样儿。你们一切照旧。我对雷牙子说了，这冤有头债有主，他肯定不会难为大家伙的。说得好，我雷夏绝对不会与大伙为难。如果大伙还有什么顾虑的话，现在还可以离开这儿。鲁组长想走也一样。想好了，现在就开门。我是这儿的族老，这是我的家。族人和乡亲没有走光，我不能先把祖宗的家给扔了。谁走，我都不走。好，既然大家都不肯走，那从现在开始，大门就关上了。打仗的时候，大家都别出屋。三姑。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去吧。谢谢大家了，没事儿，都散了吧。
增援的部队马上就到。情况不明，没有的命令不予开枪。怎么样？敌人已经包围了大吴，情况对我们不利。他不敢贸然进攻。为什么？族长的儿子鲁大元，就是驻扎在此地的白军的团长。哦，那个拿望远镜的不会就是他吧？是他？我说怎么轻而易举进了大雾呢？谁呀？哦，没什么。说了多少次了，别大哥大哥叫，咱现在是国民军人，你以为还在上海的青帮啊？大哥，团副我喊腻味了，早想改口喊你团座。上回不是你小弟帮着帮了一群鸦片，被姓鲁的抱个上去，连累了大哥。这团长怎么就是大哥的？行了，废话少说。这鲁家大院啊，进了几个共匪，鲁大元这小子进退两难，今天晚上你想办法给我突进去。真他娘的来机会了，团长放心，我进去找他个天翻地覆。咱们给他来个公报私仇，你呀就放手去干吧。出了事儿我兜着。大哥和师长都是从中央军来的，我跟着你们谁都不怕。那你也得给我小心着点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快说里边情况。少爷，少奶奶快要生了，老爷说一定要等生下来之后再动手。报告团座，情况已经查明，兄弟部队追剿的就是这几个赤匪，现在弟兄们已经准备就绪，只等您一声令下发动进攻。赤匪时间还没胡来，万一打起来，说不定上了乡民，准备好再进攻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。上峰随时会命令我部开赴前线，应立即进攻，尽快消灭赤匪。哎，一切听团座的。团座，要不然我先安排这位兄弟到后面休息。兄弟，走吧。这位兄弟，这位兄弟，刚接到团座的命令，派我潜进去保护老爷和夫人的安全。我家少爷刚才怎么没有说？团座说你们是最好的兄弟，怕你有危险。你要是怕危险，告诉我进去的方法，我自己去。你不熟悉，我带你去。这位兄弟真讲义气，听我的命令，好好照顾他。是。跟我走吧。去了以后，想办法用这个把他们家人干掉，然后我再逼他进攻，再找个机会把他也干掉，再告他个通匪。这样一来，万贯的家产就是我的了，那团长就是大哥的了。我跟着团长大哥升官发财，一定要狠。是，团长。敌人迟迟不进攻，看来是有所顾忌。鲁大元的家人都没出来呢，他一时不敢胡来。不过，我们也不能放松戒备。来，十月，往下看看，舒服吗？舒服。哎，这瞎忙活什么呀？多亏了德孝刀尖药，不然啊。我现在都动不了了。哼，阎王也想收你啊，那还得问我答不答应呢，是不是啊，诗月？敌人是不是把大雾包围了？那行，你带着诗月好好休息。
你不该回来。碧头，你不明白。我明白，当年咱们俩都不懂事儿。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我这次回来不是因为你。那是因为什么？我爹让我嫁给大元，我们俩定的是娃娃亲。碧头，别提过去。因为过去你会恨大元他爹，你会偷祠堂里的宣德炉，你娘。别提我娘。错都在我。等我生完孩子。别说了。我知道你要给你娘报仇。等我生完孩子，随你处置。你都听见了。碧彤还以为我这次来是为了报仇。我们应该消除他们的顾虑。怎么消除？用我们的行动。我们应该赶紧离开这儿。对，吴参谋还等着密码本呢。是啊，这关系到我们这次反围剿的成败。我去多做做群众工作，化解他们的猜疑，争取他们。他爹，来给长官端鸡。来，长官来。谢谢大嫂，谢谢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小满，哦，谢谢啊。来，拿着吧。哎呀，还给什么钱？你看，哎。那长官慢走啊。这一只鸡，两块大洋啊。团座，那个兄弟已经送到军营去了。团座，你也不必苦恼，咱们弟兄这么一包围啊，这几个共匪就算胆子再大，那也不敢把老太爷跟太太怎么样。哼，你有所不知啊。要不，索性让兄弟们撤了。给这几个共匪一条生路，如果师长追问下来，您就说是我干的，责任我担着。别请我领了，不行。那您多注意身体。吃不下，你们都嚼炒米，让我一个人喝鸡汤，我吃不下。你客气什么呀？大家都是同志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不是因为受了伤，你就是想一个人吃，我们还不答应呢，是不是？三姑，啊，吃。哎。吃不下去。你，哎呀，你看这么鲜的鸡汤，你竟然喝不下去。好好好，我先带个头。这鸡脖子归我，哎，俩鸡爪子呢就归三姑和小满，鸡肉鸡汤呢就归你和十月，剩下的鸡骨头，三姑，一会儿去老乡家。买点萝卜青菜，续上点水，接着炖，让德孝也尝尝鲜。哎，好。十月，同不同意啊？同意。嘿。吃。太太，土匪杀人不眨眼的，你劝劝老太爷，想个法子逃出去。桂花，不害怕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雷鸭子杀谁也杀不到你身上，连累不着你。
爹。来来，好好，来坐坐坐坐。晚上没吃东西啊？刚才牙有些动静，我没有胃口。你去见雷牙子了？我跟他说，错都在我，等我生完孩子，全凭他处置。糊涂啊！要说错，也错在了我呀。太太，别难过了，当心动了胎气。哎，你好好照顾他，我去看看你。爹，当心！这个鲁大元够狠的，他是在赌我们不敢动他爹。大少，干掉那个机枪手，咱们行吧。队长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啊？很可能是杨总。三顾，啊，你去守后门。好。小马，你给我守侧门。对。大强，子弹省着点。小心点！组长，打开枪子，赶紧回到屋子里去，危险啊！通知乡亲们，叫他们待在屋子里边，别出来。快去啊！信号，撤！三姑，我回去照顾十月，这儿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信号，撤！这门怎么开了呢？不知道啊，我来的时候没有人啊。一定有内应，通知他们，叫他们提高警惕。是。来人！彭总，谁在打枪？大屋子赤匪想突围，被我们打回去了。
他被吓着了。我们应该尽快出去。我们没有按时回去，吴参谋肯定很着急。白匪停止进攻，哼，肯定是鲁大元担心我们拿他爹和毕东做人质。那我们更应该保护好他们，争取他们的信任。是啊，可是他们对我有戒心，不相信我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毕彤是个明白事理的人，他会相信我们的。郝副官，我命令你尽快调来四门山炮，明晚向大屋发动进攻，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拿下大屋，将赤匪赶尽杀绝。在此之前，谁都不许动。请团座务必慎重，对赤匪绝不能手软。团座，赤匪只有三四个人，我几十个弟兄一定能冲进去。但是大屋里头父老乡亲众多，恐怕伤及无辜啊，对不对，郝团副？还请团座考虑周全。我意已决，听我的命令。还有话说吗？许连长咋没来？啊，他家有事，昨天请假回去了。我正要向团座报告。爹，我说桂花，我早就跟你交代了，这一早一晚不要再让太太来请安了。爹，这事儿不怪桂花，是我自己要来看您的。哎，这昨天晚上整整闹腾一宿啊！你和孩子没有吓着吧？这大院竟让部队架着机枪往大屋里打，莫非阿灿没见到他，险些把我给打着了？倒是雷牙子对我喊，让乡亲们不要出屋。哎呀，这个人究竟什么心思呢？爹，雷夏不是坏人。他娘就死在这儿，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呀？如今呐，这人心深似海，多猜无益。桂花，让夫人先歇着去吧。爹，我走了。老爷，见到少爷了。见着了，老爷，少爷一直都想打进来，您看，咱们是不是来了里应外合？我是一族之长，只要他能保证，让我的儿媳和孙牙及这屋子里人平安就好啊。以现在来看呢，雷牙子虽然闯进来了，关了大门，可是毕竟还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。可是少爷他很着急呀。再等等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。老爷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歇着去。是。哎，石月，你看有条鱼，别动。这是大屋里养的鲤鱼，专门防投毒的。快来人呐，有人在水井里投毒了。你别吓唬人。有人在水井里投毒了。吓毒？哎，怎么了？老爷，您看，你看，来，谁干的？老爷，这是诚心不让我们活呀，这可怎么得了？没有了水，我们都得活活渴死。怎么回事？死了条鱼，
这是谁干的？太缺德了！吴所长，赶紧问问，早上有谁家打了水，这水不能喝。这族里人都知道，见到死鱼，这水就不能喝了。只有这外人才，只有和鲁家有仇的外人才会下此毒手。阿灿，你这是怀疑我了？我想问问，这大屋子除了我们这几个人以外，还有没有其他外来人？陆所长，昨天晚上侧门开过，我怀疑有人趁着枪战混进了这个大屋子。您看能不能让我们搜搜，主要是仓库和祠堂这些容易藏人的地方。鲁家的祠堂姓鲁，不是什么外人就可以进来的。有人还偷过祠堂的宣德炉呢。阿灿，这水我们也要喝的。好了好了，雷牙子说的对，我们不能冤枉好人。雷牙子，先搜哪儿？祠堂。对不住了，陆组长，雷牙子要对鲁家祖先不敬了。不碍事的。我不是贼，我不是贼，我没偷。队长，鲁组长，那你上不去，你上去看看。阿灿，怎么样？没有。白倩，小心点儿。哎呀子，咱去粮仓吧。嗯。这是栽赃，逼我们出大屋。队长。你说会不会是鲁族长自己投的毒呢？不可能，这水井是大屋子里百十来号人的命根呢。鲁兴顺是一族之长，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，一定是昨天晚上有白匪混进了大屋子。祠堂和粮仓我们都搜过了，连个鬼影都没有啊。我要喝水。你干的好事儿，老爷我。你作孽呀！啊，水井是你下的毒。混账！这屋子百十来号的人，就指着这一口井吃水呢。你们这么干啊，你让我们怎么活呀？我，这就是你说的李奈何，这就是大元，啊，他叫你们干的。这绝活勾当，他就不怕把是非逼红了眼，他就不怕把自己的亲爹和自己的媳妇儿都给害死，你们也不怕全族人戳你们脊梁骨那呀？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啊？老爷，不是少爷，那是谁？是少爷派来的人。少爷派人来了。哎呀，你们真是糊涂透顶啊，这个时候怎么能让外人进来呢？老爷，人没找到。你不是说人藏在阁楼里了吗？这院子太大了，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地方藏得住人。太太，那个女红军来了。她有什么事儿啊？快让他进来吧。小姐，不，红军姐姐，少奶奶请进呢。好，谢谢。走，十月。
同姐，你身子重，不要起来了。临产前呀，尽量少活动。来，坐。妹子，你有事儿吗？都是因为我们给鲁家带来很多麻烦，过意不去，来看看你。另外，这孩子半天没喝水了，我想跟姐姐讨口水喝。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桂花，去端碗水来。妹子，雷大哥是不是很恨我呀？他不会恨你的。可是我和大元成亲以后，他没再和我说过一句话。他心里有你。我小时候就喜欢和他在一起玩，他总是护着我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可我刚知道女人长大以后要嫁人时，我爹就让我和大元成了亲，根本没问过我愿不愿意。我大学时的几个同学就是反对包办婚姻逃出来的。那他们现在呢？现在他们都找到了心爱的人，自主结婚了。记着上奶的饭要清淡些。妹子，你有心爱的人吗？有，我大学时的同学。他在哪儿？他牺牲了。妹子，你的命比我还苦呀。这不算什么，有很多人为了理想和自由，年纪轻轻就牺牲了。而有很多女人，她们的命运被别人安排着，这才是真正的苦。妹子，你长得这么清秀，怎么会想起来当兵呢？舞刀弄枪的，多危险，多可惜呀！叫我月清吧。我们是红军，在苏区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女子，为了幸福的生活参加红军。她们为了所有受苦受难的姐妹，冒着生命危险而战斗。你在鲁家大院没有出去过，不知道外面有很多人没有饭吃，冻死饿死。怎么会没有饭吃呢？你雷大哥母子刚来的时候不就是没有饭吃吗？是卢老爷收留了他们，你雷大哥才长大的。雷大哥恨卢老爷。他妈妈那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。雷大哥的妈妈真是苦命啊。卢老爷很后悔，又说不清楚。听说雷大哥在山上当土匪了，很害怕，就花了大价钱让大元当了个团长，想保护鲁家。可大元总说什么受中央军的排挤，没有军饷，都是靠回家拿钱来维持着。
待着别动。哎呀，病童！你守着，那边交给我了。好。就是他，就是他下的毒。郝副官，哪里开枪？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。团座，上峰来电，让你调四门山炮，什么时候到？现在前线作战急需，调不到山炮。前线急需，我这就不急需了，真是笑话。团座，对付这几个共匪，用不着山炮吧？上峰来电，说让咱们尽快解决这边的事儿，然后马上开拔前线。回电，赤匪十分狡猾，而且很熟悉这里的地势，目前在米林中深藏不出，我们正在严密封锁四周，细细搜查。待完成任务后，立即开拔。密林。密林。啊，我说的回电。是是。唐兄，您这招虚晃一枪，他郝团副还算识相，没真给您调来四门山炮啊。真调来四门山炮，我先轰他个碎尸万段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我担心郝团副等人借机生事，说您徇私，让师长知道了不好办呢。我想好了，你派几个手下在大屋外布置工事，虚张声势，堵住郝团副他们的嘴。嗯，是个权宜之计。受了惊吓，晕厥了。醋来了。
你重女轻男。雷夏哥，月清妹子，爹，桂花，桂花糖。阿灿，好些年不见了，还是老样子。雷大哥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听了坏人的话，冤枉了你。嗨，没事儿。哎，月清，怎么样？应该没事了，就是好像胎位不正。鲁组长都说了，都交代过了，让他尽量多躺着，少活动。鲁连副，公事布置的怎么样了？进展顺利，进展顺利，我看比乌龟王八还慢。进攻时间推迟到明天晚上10点，各位回去准备，鲁连副留下。堂兄，您这计划当真？再拖下去也是坐以待毙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师长真怪罪下来，我的前途和生家性命也难保啊。那老太爷和太太，不说他们了。兄弟，明天你责任重大呀。团座尽管放心，属下万死不辞。你让几个兄弟正面佯攻，你带人炸药去侧门。侧门？我会告诉你在哪儿。侧门不像正门那么坚固，无人看守最好，如果有侍卫看守，你就站在侧门冲进去。是。好人有好报啊。李彤没出事就好。老爷，今天来喜家已经没水了，跟邻居家借了些。虽然绝大多数人家都有水，但也架不起天天张嘴要喝。这百十来户人家要出大事了。阿灿，各家将家里的水统一的集合起来，按天儿按人来分配，大家都互相帮帮忙吧，应该能撑几天。别忘了给雷牙子送一份去。知道了，快去，拖延不得。是。味道怎么样？这怎么喝呀？再难喝也得忍着，总比没有强吧。雷大哥，雷大哥，这水你们节省点用。阿灿，就当是我将功补过了。月清妹子，你穿这衣服可真好看。你救了我的命，这些衣服呀你可全得收下。你的这些小姐太太服我要是穿了，他们一定会笑话我的。那你不能总穿着那些带血的衣服呀。好的，我走的时候再还给你。月清妹子，你说我还能做些什么呢？碧彤姐，你还年轻，可以多读些书，有机会我送你几本我爱读的书。还有你的家境这么好，可以多帮助穷苦的姐妹，
让他们有饭吃，有衣穿。我听你的。卢老爷不会再怀疑雷大哥了吧？爹还是有些担心，毕竟雷大哥和他母亲相依为命，他性子又烈。你们放心，他现在是红军，红军是一支正规的部队，有着严格的纪律，他不会公报私仇的。还有多少子弹？加起来不到30发。我也是低估鲁大元了。队长，还要不要挟持鲁行春冲出去？他毕竟是他爹，总不可能朝他爹开枪。不行，挟持鲁行春冲出去太危险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一旦牺牲了密码本怎么办？再说了，这有损于我们红军的名声。团座，行动怎么又提前了？郝团副一早去了师部，我估摸着他是去领尚方宝剑了。四门找到了，必须在他回来之前拿下大雾，我要让他空欢喜一场。哎，兄弟，为家老小和大屋里的乡亲们，就拜托给你了。桂花，桂花，爹，爹，哎呀！怎么会没有接生婆呢？少爷把这大雾一包围，哪里还进得来呀？有把握吗？我必须得去，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有没有把握？有个方子，黄芪催生汤。陆组长，你听清楚了，他也就是自学的中医，你得赶紧拿主意。青妹子试试吧。这真的使得吗？结果是死是活我都认了，与他们无关。你就把方子写下来，我熬药。好。爹，你和大元和乡亲们说一声，就说是我必同承认了的，由我一人承担。啊！啊！小满，快去放三姑。祖宗保佑，母子平安，母子平安。啊！完了，完了。祖宗，我的老祖宗，大元儿，你这做的什么孽呀？
快去准备热水，按这个方子再抓一副药。取三个生鸡蛋，去掉蛋清，再拿杯酒来，快去！再不行我就没有办法了，还不快去！有后了，鲁家有后了！哎，快通知所有的弟兄们撤！是。他怎么撤了？阿姨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走。阿姨，你是不是病了？您先喝点水。您可是鲁家的救命恩人，老爷还要来谢谢您呢。碧童，爹，快去看看月清妹子吧，可把她累坏了。哎，我去，我这就去。堂兄，堂兄，堂兄，大喜啊！嫂子，嫂子生了。真的？你确定？兄弟们全都听见了。哎呀，那么高的院墙，你看得见吗？你快告诉我，是小的还是闺女？就听大屋里边喊：“母子平安，感谢红军。”好兄弟，走，陪我喝两杯。走走。雷牙子，这是人参汤，碧童啊让我送来给月清啊补补身体。这西瓜留下，其他的就拿回去吧。雷牙子，一点心意你千万不要推脱呀。陆组长太客气了，我们已经连累了你们，害得大家吃水都困难，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不能收下。陆组长，请回吧。请你们一定要收下。
三姑，哎，帮老人家把这些东西拿过去。是。你就啊，别难为这牙子了，你看看他，五大三粗的，啊，每天就吃着干苞米，怎么能够呢？没事儿，我们挨得住，我们有纪律。听族里人说，你们买东西吃，好吧，我这也吃食，就算卖给你们了，一块现大洋，好不好？小满，给三块大洋。哎，部组长，请收下吧。雷牙子，我对不住你啊。这几天大家都饿了，吃吧，水省着点喝。我不喝水，我要吃西瓜。好，让十月吃西瓜，这个我给德孝拿过去。哎，来，十月吃。好甜。吃吧。德孝，吃点吧。小时候我最喜欢吃这个了。逢年过节，我娘就为我做。队长，吃一个吧。吃一个吧。你吃吧。队长，大屋里边的存水不多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咱还是先把妇女跟孩子送出去。我明天跟鲁组长商量一下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乡亲们受这个煎熬。雷大哥，阿灿想请你喝酒。喝酒？阿灿，酒就不喝了，十多年没见，我倒是想和你说说话。哎，我们这是去哪儿了？去你家老屋看看。啊？我家老屋还留着。阿灿，是鲁组长让你来的吗？不是，是我叫阿灿来的。我想，你跟鲁组长之间的恩怨也该有个了结了。阿灿都跟我说了，你和阿灿、大元还有碧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。那是过去。你跟碧童相好，碧童跟大元是娃娃亲，卢老爷待碧童就跟亲生女儿一样。就算不是为了大元，他也不会轻易答应将碧童嫁给你，他有私心，是人之常情。雷大哥，换作你是卢老爷，你会怎样？碧童嫁给大元，你再气不过，也不应该偷祠堂来宣德鲁军脉呀。那奴是鲁家传了多少辈的，动不得。老爷一怒，
人不在全族人面前罚你吗？你娘的性子里，因为受了羞辱才。你看这屋子，阿灿说了，卢老爷每天都派人来清扫，说明这么些年来，他一直心中有愧。你听听，哪个名字中听啊？爹，还是等大元来了再做决定吧。指望他去？连你生麻他都不在跟前，指望他？老爷，老爷，您看，真卢，没牙子。爹，是不是给大元传个口信，送雷牙子他们走啊？是，是时候，是时候，我去找他上。我是他爹，咱们知恩必报。他要是个人，他应该清楚。月清，我得谢谢你解开了我这个心结。说真的，刚进这鲁家大屋子的时候，我是真想为我娘报仇雪恨。我们都信任你，知道你不会只去报私仇。你是真正的红军战士。娘，雷牙看您来了。我现在是红军了，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，是要让咱穷人过上好日子。娘，您劳苦了一辈子，只要能让天下的娘亲都过上好日子，雷牙子就是死，死我也无怨无悔。娘，您老安息吧。
碧桐还想见你和月清啊。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，乡亲们都没水喝，再待下去可怎么活呀？是啊，你们一定要走，我送你们。大元不能拦你们，我是他爹呀。好，明天一早出大屋。哟，大元兄，你号什么？大元兄。对呀，大元兄。师长有命，自明日起，由郝建民，我代理团长一职，负责前线剿匪事宜。咱俩调个个。现在还没过午夜，等过几个时辰成了团长，再喊我大元兄。那你什么时候宣布这项新的任命？明天一早召集所有军官。郝团副，我现在还是团长，听我命令。徐立，立正，立正，向左转，起步走。月清妹子，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呢。姓柳。月清妹子，我可真羡慕你，你说的话我都会记住的。等孩子长大了，你一定要好好教育他。好了，话就不多说了，你和孩子多保重吧，我们得走了。哎，别动，你先坐下。雷大哥，路上小心，一路多保重啊。嗯。雷大哥，乡亲们，陆组长，哎，我家的老屋子别空着，给需要的乡亲住。好，大屋啊，家家有屋，老屋子还给你留着，万一你要回来，好有个地方住吧。乡亲们，这些日子多有打扰了，多谢，多谢了。三顾，开门。是。徐大人呢？大元兄，你这些手下胆子也太大了吧？是不把我当回事儿吧？团座，时辰还早，兄弟们还没吃完早饭呢。一会儿师长的任命由你来宣布，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合不合适由我说了算。报告，大屋里这位跑出来了。立即围堵，就地消灭，听我的命令。找活的。是。
喊你们船长来，我是他爹。大员，命令你手下的人让开，让雷丫他们走。爹，他们是赤匪，我有军令在身，我管不着。做人咱们要有良心，要没有他们，毕同母子早就死了。大元兄，原来如此啊。爹，您回去吧，您别逼我。团座，别开枪，有老百姓。你们都别中了赤匪的计，回屋里去吧。爹，您回去吧。鲁大元，你要是不放雷大哥他们走，我就和牙死在你面前。毕同，队长，要不我们先回大屋吧。鲁所长，我们先回去。站住！想走就走，想回就回，给我打！军令如山。好你鲁大元，你胆敢违抗军令？什么军令？兄弟们都不服你，有本事你把兄弟们全杀了！开枪！我是团长，我让你们开枪！开枪！阿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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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鲁大元。你就等着接受军法处置吧，老子先他妈处置了你！阿灿，真没有人性！弄死你，鲁老爷！大元是军人，你别为难他。阿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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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大哥，少爷，雷夏，我佩服你，这才几天呀，我爹毕通和乡亲们都站你边了。得民心者得天下。大元，不信咱们走着瞧。有句话我说在前面，下次再碰见你，我就是陌生人，是敌人。大元，你我不会是陌生人，永远都不会是，更不会是敌人。月琴同志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相逢一笑泯恩仇。对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大元，我们后会有期。乡亲们，后会有期了。全体集合。好团风，在围剿赤匪的激战中，以身殉国。预备，放！爹怎么还不来啊？师爷，你爹他牺牲了。牺牲也该来看我呀！我昨晚梦见我娘了，爹打我屁股，娘到处为我报仇，就是找不着。十月，让阿姨猜猜你爹为什么给你取名十月，好不好？
你是秋天生的。哎呀，好难猜呀，阿姨猜不出来了。别告诉阿姨好不好？也不用说。哦，那就不说了。我说了，你别告诉坏人。好，拉钩。因为革命。十月革命。你爹真了不起啊。十月，你还记得你爹长得什么样子吗？记得。可惜叔叔们都没见过他。你能告诉他们你爹长得什么样子吗？我和其他的叔叔阿姨保证永远都不会忘记他。仿佛临别的告白，我承认我也无法释怀。当曙光受困于霾，还有多少信仰萦绕在胸怀？你开始对生死有了淡淡，你不说，我心早已明白。那些不愿被弯曲的膝盖，怎能接受一个勾